2018年全面毁灭你，棒棒棒棒，一直点棒棒棒。阿贝，你也不会走，他马不会走，结果我信。所有的涨价概念，最后都会跌到你。欢迎收看靠北股市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。今仔七月八号礼拜日吼，照理讲咱是拜五迄天在龙岩吼，因为我前几天去佚佗啦吼，因为咱准备要赚大钱啊啦吼，拜一吼开盘就大起，咱就赚大钱啊吼，所以先提寡钱来开来爽一下，你才对嘛吼。咱拜一咱就来看吼，即马即个面啦吼，搁咧暗爽啊吼，暗爽啊，搁咧笑吼，拜一吼笑袂出来吼，笑袂出来吼。好，咱来看哦。迄个拜五迄天大盘落3点嘛吼，落3点嘛吼。安尼政府安尼来讲不及格吼，安尼不及格。你家己去看人个亚洲股市啊，香港啊，香港吼起100点吼，啊来日本吼，日本吼起，日本起1%吼，啊咱韩国啊，韩国嘛是起啊，对无吼，起0.5%吼。啊，上海嘛是起啊，啊，当然咱去收黑吼，不及格吼，这政府不及格。无要紧吼，咱拜一就要补涨啊吼，咱拜五无起着，后礼拜就大起啊吼。即卖一定利空出尽啊，咱之前一直咧讲吼，黑欢迎啊吼，一定欢迎一段吼，一定杀了吼，大跌一大段吼，啊来利空才出来，利空是啥？就是啥物贸易战黑啊，对不？已经跌一段。提前反应完了啊，等迄个利空出来了，毋是就是利多利空已经出尽了嘛？爱要个大起啊，准备要吼强力反弹、强力加空啊！啊，北市个咧放空哦，啊个北市咧放空吼，哎、欸，奇怪哦，啊着做多啊做多到今仔日怎啊停损？停损你个反手你个放空啊，你咪要尬死！你安尼永远着赚无钱，你知影无？你要做一个方向，你着。坚持甲做了，对，就对啊！你知影要做多，你就是坚持做多，卖想伤济啊！对家己较有自信的吼。好，咱先来看，咱迄天咧讲啊，对无？这条线啊，拍着吼，拍着啊呐！这条线绝对会收落来。你看今仔拍破啊，破个扭起来有无？一破个扭起来，你看这叫啥？叫破底翻？这就是破底翻啊！准备要起你啊！吼，准备要起你啊！你想看啊，政府年底吼，即摆个几个月吼？12月嘛，11月、12月要算嘛，搁3个月、4个月，伊这护盘护遮久啊，伊有可能今仔好破吗？安尼功亏一篑呢？护政府护盘了大半年，伊要护一夜回到解放前嘛？无可能诶，绝对会甲收起来吼、哦。你看今仔救起来，救起来明仔就起你啊，哦，明仔就冲起你啊，对不吼、哦？所以你看咱今仔安啦，咱就是买啊，伊落咱就买啊吼，一定咱7月、8月一起买啊，对不吼？加码再摊平啊，对不吼？买平就是买进摊平啊，继续摊啊，卖惊啊，袂当惊啊，知影无？心魔吼、哦，你心魔伊叫你放空，看到线破你，你放空干你娘，很死！你知影无？很死！你看哦，买吼、哦，10496、10500，啊来八月嘛甲买啊，10372、10373、375。哦，干你娘！恁白松松啊买啊，你有看到无啦？松松啊，甲买了就对啊，莫想伤济，对家己较有自信的。你想看卖啊？哦，即马咱政府啊，甲迄个啥物，人个军工叫18%入调啊，18%休入调啊吼。啊，遮个人，遮退休的迄个军工叫咩啦？伊个钱足济，你知影无？你想看卖啊？咱劳工是无济，咱这可能劳工吼，拢是一种血汗劳工吼。迄一个月薪水领无3万，啊！你看人个公务人员4万、5万、6万的一大堆，跟领个退休一直领，伊个钱足济，伊欠的钱足济，啊！济即马18%叫入掉名啦。你欠银行要甲1%，上济加1%，你名啦？伊就是摕来落股市呀，你知影无？你1%，干你娘去银行1%，我可能要创啥事？我当然摕来落股市，对不？政府咧甲你报明白啊！政府即马报一个明白啊，你阁唔听？咱之前是甲讲政府咧报一堆明白，即马阁报一个超级大力多的明白哦，甲你18%入掉，18%入掉，你钱咩走？你就是落你卖股市啊！啊，你遐钱阁上侪，你讲劳工无钱，真正劳工无钱，劳工吼，你要饲恁兜就无够开啊！
对不？啊，人公务员另外不是啊，干你娘退休啊，钱够足多，落地来股市就冲起你啊，股市就冲起你啊，要创新高啊，干你娘你更买，你们在想啥？对不？啊，今仔个做一个破底翻哦，你看，这破底翻，你看这破底吼，那个破底翻上去往上喷呢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又起哩两段咧起哩，啊，即马阁来啊吼，啊，即马阁又起阁两段了，创新高啊，都起哩啊，都赚大钱啊，对不？你家己看啊，咱最近的新闻啊吼，最近新闻报啥？毋是讲一个迄落赛个啥物？超跑的嘛，吼、哦、啊！超跑伊弄迄个飙车来隧道内底弄车祸嘛，弄落去对无吼、哦？你敢有看迄个赛超跑的因兜是咧做啥？讲咧什么课程啊？是什么心灵海啥小？我唔知啦，吼、哦，反正迄就是迄种教一挂课程，就是教你安那，你对家己较有自信呢，吼、哦，迄就是拢甲你洗脑吼、哦。我们要有什么正能量，有无？我们心中要充满正面能量，吼、哦！你要乐观，充满正面的能量，吼、哦，自然就会赚钱，那个好的事情都会过来。迄个人咧讲诶啊，什么吸引力法则啊？只要你相信，吼、哦，全宇宙都会来帮你，对不？你做多，你就是要相信啊，对不？做多，你就是要相信它会创新高啊，全宇宙就会来帮你。你看现在政府在帮你的啊。政府在帮你倒三间，把你护盘护掉，搁做一个破底翻哦。这原本哦，安尼哦，这心态真正水哦。哎，放空的哦，连面向假死。你想看完政府做多往上拉，啊，空单再回补，不就一路往上加？对不？嘉伟老师哦，笑不出来哦，拜笑不出来，笑不出来哦。哦，心中要乐观，要正面能量。啊，你对家己要有自信。恁一堆人哦。迄就是啦，信仰力不足啊！啊来，你看我，敢那是上一集我录音啊，录的啊，下口有人甲我留言讲吼，讲吼建议我退出股市啦吼，讲吼安尼什么回头是岸，也讲安尼回头叫我回头是岸，不要再做股票了，干你娘嘞！你做你就是爱坚持，你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？那不是咧讲诶，你爱坚持到底，你才会成功吗？对不？啊，所以咱做多，咱就是爱坚持到底哦，坚持到它创新高为止啊，对不吼？所以做了就是跟落尾啊，卖想伤济的对啊吼，不要想太多。你看人美国股市，吼、哦，半暝啊，美国起偌济，起100点呢吼。咱来看夜盘哦，夜盘嘛是够起啊，对不吼？美股哦，纳斯达克科技股起1%。哦，科技股起1%，安尼代表啥？咱明仔载吼拜一啦吼，拜一咱股市开盘就是要起1%啦吼，起1%就是100点啦吼。恁只空单做咪叫假死啊？你看买遮济啦，咱买几口啊吼？家己再看咱买几口啊？干恁娘！拜一要大赚钱啊啦！要大赚钱啊吼，对家己要有自信，吼、哦，靠自信的吼，吼、哦、对自己有信心哦，自然而然会赚钱，全宇宙都会帮你。你看诶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啥物？开超跑的，因兜开个什么课程？心灵海，我唔知道。心灵海，我真正唔爱是啥，我是知讲，诶，赛超跑的，迄技术无开了伤紧吼，会去填海啦吼。心灵海会变成去填海啦吼，所以哦，赛车哦，赛车也是慢慢赛就好啊吼，慢慢赛就好啊，性命较重要。吼、哦，恁兜好业无要紧吼，恁兜好业无要紧，暗过命打一条尔吼，你还有命搁开啦吼，所以吼、哦，家己命爱顾好吼，顾好你较开会着啦吼。啊，咱来看，对机，啊，看这机啦吼。奇怪呢，咱迄个讲伫个遮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看佫有拉回，佫有你买对无？佫今仔佫创新高啦，迄个拜五佫创新高啊，咱指数破底呢，佮你创新高啊。乡亲啊，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迄个政府报的明白，咱就讲过几若霸道啊，对无？也叫你，恁家老百姓，迄金蕉上侪，叫你来食金蕉皮，哦，啊，金蕉皮叫你问导游，我就讲问导游，你要找会卖导游的，对无？食品的啊，做食品的要卖导游吗？啊，你想看卖啊？这指数安尼啦，你来看咱的指数啦，咱指数安尼一直涨啊，啊涨啊呢吼，我想到就是安那，迄一堆投资人吼，啊啦，迄股票涨来吼，心情郁卒。
你心情绝对袂好诶，你有阵啊，你有法度像我遮乐观吗？咱遮乐观诶，对无？摔来佫夹尾，足欢喜诶，逐工甲尾就对啊，足欢喜诶，人无法度遮乐观吼，所以因安那吼悲观忧郁吼，啊所以吼爱食金蕉皮吼，咱金蕉皮啊啦抗忧郁啊，哦你看政府真正厉害啦，叫你食金蕉皮吼抗忧郁吼，你安尼就袂去自杀啦吼，啊你金蕉皮一概叫你食了，你食袂落，所以你要问导游。哦，伊就叫你问导游食啊，吼，拢甲你讲好啊，问导游食啊，吼，所以哦，你看，吼、哦，迄导游卖了够好诶啦，卖到够好诶，台湾经济要起飞啊啦，干，吼、哦，要起飞啊吼，哦，所以，搁上了买紧，搁甲买吼，啊，心情无好吼、哦，心情歹买紧，叫套条心情歹买紧买了，啊来吼、哦，买寡金蕉皮来食啦吼，食食啊，抗忧郁啦吼。啊，你心情较好，心情愉快吼。啊，来过去看我一挂老师啊，看你有啥物信仰的无？看有啥物师傅的无？甲你正能量加持者，甲你业力吼，甲你业力引爆吼，互你无业力吼。啊来吼，对自己有自信心吼。啊咧吼，啊来好好啊睏吼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起来台那个星期一台股开盘大涨百点，你就赚大钱了。哦，就赚大钱了吼！卖想想侪，乐观，乐观就好啊！咱逐工咧该精神喊话，话到今仔日，啊一堆咧放空，咱就只要互你看，对无？唔是咧吹喇叭，买平啊，加码买进摊平啊，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从上面买下来的呢，咱加一里买落来呢，对无？加硬硬落买啊，佮落来我佮买啊，恁爸佮买互你看啊！吼、哦，不是凊，唔是那唔是凊彩公共的呀哦。真的买给你看啊哦，乐观，好好睡觉哦，明天起来等着数钞票哦，准备算钱啦哦，好啊，咱今仔就靠北到这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